好了。但你知道这六个据说是整个北台湾氧气最多的地方吗？而且这里还特别有台湾面积最大、物价却超亲民、简单的澎湖神木群哦。今天跟我们一起解密，体验瀑布滑水道、绝美神木群，之后再去吃水蜜桃套餐啦！夏天最爽，两天一夜行程就在北横了，那我们出发啦！早安，我们将去哪小狗狗？我们要去拉拉山的神木群。没错，继司马库斯还有镇西堡神木群之后，我们就爱上神木。是啊，为什么我们要现在去呢？是因为现在其实是水蜜桃季。没错，所以我们同时要有神木，然后还有好吃的水蜜桃。楼一小时候超爆爱吃水蜜桃的，我爷爷奶奶非常常买给我吃。长得像桃太郎。哎。然后我们现在所在位置就是所谓的巴林大桥。然后旁边有一个以前的巴林大桥，红色的。巴林大桥是北横公路三大名桥之一，眼前的粉红色是新巴林吊桥，代表路过的游客即将前往桃红色水蜜桃的故乡啦。要进去拉拉山了，前面就是入口了。拉拉山好像已经免费入园一阵子了。到了第一个景观台，到底会看到什么 view 呢？期待一下。这边叫三龟戏水景观台，这边的视野还不错。这个景观台是拉拉山很特别的观景角度，这里可以看到三条溪的交汇处，大汉溪可是桃园市最重要的河川，也是淡水河主流上游哦。这里经过长期的侵蚀与冲刷，形成溪流与山峦交错的景观，因此有三龟戏水的称号。大家跟我们一起运用想象力，你有看到三只巨大的乌龟聚在一起聊天玩水的画面吗？下面就是我们刚才上来的地方。那两个桥，巴林变得好小哦，而且它其实大大小小好多村落、哦，这里这个画面很神奇耶。可是这里路况蛮好的，但是开车上来的路很难，因为它又窄然后又陡，步行一下之后就到了。刚有大哥跟我们说这边风景不错，对，然后可以拍照。那我上网看这边晚上好像会有点灯的样子，上去喽。巴林铁塔就在巴林国小的上方。过去历史上，这里曾经是巴林沙马伦炮台，后来因为在海拔1314公尺处新建了巴林铁塔，有着浪漫一生一世的祝福寓意。红色铁塔的设计是象征原住民祖灵之眼的菱形编织，在夜晚周围临近的山头也可以看见铁塔缤纷的光雕哦。我觉得它比起其他的观景台就多一个铁塔，而且它又算是一个制高点，我觉得还是算不错的。不过上来的路线，我觉得一般人不是这么好找得到，而且它蛮陡峭的。所以我觉得开车会有一点难度，但是我个人觉得我们上一个那个观景台比较漂亮。这三段上去就是刚刚巴伦铁塔，这里也有个景观台。刚刚7小狗哥说在 Google Map 上是没有点的，到时候大家上来可以再补充一下。我们现在前往当地一个很著名的教会，是，但是它的路口是比较对。哦，看到了。这有个岔路，可是这里就有告示牌，写往加拉方舟教会的方向。沿路我们就很明显看到这个建筑物，它就是这里很有特色的加拉教会的教堂，然后它其实诺亚方舟的造型。其实，在30几年前有这样造型的教堂，应该算是非常前卫。疫情的期间，所以我们现在不能进去。据说当地的族人，他就是说受到上帝的旨意，就在这里建一座像是方舟一样造型的教堂。船形的外观加上位处深山之中，就像行驶在云海上的方舟。已经正式进入拉拉山国家公园里了。路比较窄，路又窄了。但是其实我们一整趟到目前为止路况都蛮好的。它最下层有一层停车场，然后再上来的话还有一层停车场。我们过了这么久，终于进入今天的正题了。对，我们终于抵达拉拉山巨木群的入口处。就我还蛮期待今天看到我的神木状态。我们平日来，可是也是好多人，戏色全停满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在这边拉拉山生态教育馆，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要沿着1234567890逆时钟方式走完，总共有22棵神木，而且很多没有名字，为什么？因为可能还太年轻。1400年，虽然大概是我们轮回了14年哦，所以巴龙是原住民语，是巨木的意思。正夏天暑假，其实也没有到很热，站在这里才闻得到木头的味道。那这里先戴口罩吧，我觉得好像有点合理，还蛮浓的。那我们现在进入重点了，对，前往巨木步道，期待期待。为什么躲在草堆里面呢？而且它好乖哦，龙一直很喜欢猫咪，可是我又没办法养。
果糟糕了，这一段我明明是要去拍神木，就猫的篇幅很大，好可爱哦。他跟其他人蛮亲切，为什么看到你就不高兴？可能是你像狗嘛，我好讨厌狗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哇，你那么高，我不知道哎。我看，谢谢谢谢。他太高了。对，他太高了。比例上去，是我比想象中的高，对不对？开心。那他营业时间是六点到下午五点。我七月他就在停车场正旁边。结果想不到我刚刚去一些观景台。对，我们被美景给拖住了。我们好像很常出来玩的时候，不小心多加个两三个小时。对，可是我今天好开心哦，很久没出来散步了。从路口出发是10:40左右，看我们绕一圈可以摸多久。舒服又简单，难怪我刚看到很多海鸥的穿高跟鞋。哦，厉害了。其实这些用倒塌的木头做的椅子也还蛮天然的，很森林的感觉。哎，路墙壁侧边都是青苔，很漂亮，是不是？啊，这边真的有猫头鹰吗？我很想看到这猫头鹰。我也想看猫头鹰。啊，又鼠，可爱哎！好像鼠猫科类的都能让我感到兴奋。热胀冷缩，气温变化，然后导致水分跟湿度都有影响，岩石会有松脱，然后就崩落。哦，可是却帮助了植物的根系生长。突然看到一棵很大棵的树，因为我看到大家前面都在挖。它也太巨大了吧！真的很高，比起前面的都高。是说很神奇的是，它们都长在断壁边呢。那这是干嘛的？我知道。它是阻挡吸水，真的吗？那正对面有一个会流水的地方，我猜是这个功用啦。欢迎大家在下面帮我们解答。确定不是拿来壁咚的吗？我觉得不是，谁会在这种地方弄一个墙给壁咚？结果刚刚误会一场，你看一号的还要三分钟哎，这边都大学长。在过去曾经有一个大学教授在这里发现了大范围的神木林，据说这里拥有全台湾面积最大的红块森林，于是政府成立了达观山自然保护区。前面疑似发现一号神木，我就要搬头好了。而且他这里竟然还有规划那个座椅耶！哇，终于看到一号神木了！哇，从那边看就觉得你跟他的比例差很多。没错，我是不是看起来反而比较瘦？哇，这边真的是神木群，一直遇到神木，很近，就到了二号，非常的高。我还发觉啊，二号他之所以他年龄虽然不知道，可是他被标出来是因为他的树干非常的偏长。哦，老实讲，然后神木真的很少看到这种。我们去那个司马库斯这些都是比较圆宽大的。哈罗，但是这个鸵鸟反过来，尤其是它在两棵巨树之间。硬要讲，我觉得这边好像也不会输给剑琴坏嘛。哦，不同感觉。我觉得这边越走近越漂亮，你自己看。期待后面的山路。许多年资较长的神木前方都有一个贴心的小牌子，标注着树种、年代、树高、树围等等的资料，让游客们在这里可以更深入的了解每一个在拉拉山上的巨木守护神。老实讲，我觉得这步道规划的蛮好的。其实我觉得相较之下，比起司马库斯，它反而算非常简单。司马库斯已经很简单，这边更简单。对，所以为什么这里这么夯吧？我觉得三号这边的周围的景色很漂亮，小桥、流水、人家，还有个大脸的洛伊，配上一个真的大脸洛伊。其实这里真的算是一个蛮多神木聚集的一个范围，蛮漂亮的，规划得很好。这里是神圣的交叉路口，往上就是五号啦，天堂路的灯。我想看那个2000多年到底多大根。园区内有树木、各种动植物、台湾黑熊、地质等等野生保育动物，这里的生态系种类非常的丰富，也有人说这里是北台湾养鸡最多的地方哦。今天跟着我们一起穿越时空，欣赏这些在数百年、数千年之前就生长在这片土地的一草一木吧。我越走越喜欢。哎呦，没有讲真的，因为一开始老实讲，我一开始好像觉得还好，人家很太浮躁了。哦，可是它越走，我越觉得它有种惊喜氛围在。那里其实沿路都有溪水声呢，而且气温很舒服。哎，后面那棵树也很大哎，可是它都没有标号码。我们现在终于抵达了这里的大长老，它就是五号狗熊的窝。我们就一探究竟，看看为什么它叫做狗熊的窝。这是我见过最不帅气的神木。哦，对，而且它竟然是这里的头头，太好笑了。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有点像踩高跷的神木？它好可爱哦，看它这样子哦，但是它还是非常硬朗哎。
不影响它的营养吸收哎。而且这尊神木它很夸张，是它有将近2800年的。所以为什么他刚刚获得翔走哥的尊称叫做尊？真的大元老嘞，2800年。我们现在跟五号告别了，我要跟洛宇告别，拜拜。刚路过的时候，听到一些山友在讲说，我们如果照着1、2、3、4、5的顺序下去走的话，是一直就是上坡是比较陡、比较累的，所以体力需要衡量的朋友可以到那个岔路口的时候逆着走。六号，700年，哦，700年特别舒服。对啊。他一定吃的比较好。你觉得树长青苔对他们是好还是不好？我真的想这件事情，因为我觉得他应该也会截取他们部分的养分，然后他过于潮湿又附着的时候，会不会导致他们那里很容易腐坏，或者是有病菌之类的？快速上菜！因为我们现在等于几乎每走10公尺就一棵神木。对啊，转角就是。这棵7号比起6号，哇，也长它快要2倍，它的粗度跟高度其实跟前面6号差不多。所以真的不是从宽度判断。8号哎。啊？哪里？哦，真的。2500年。他离开了。他没有像5号那么勇敢啊。雷击折断，他有讲。真的雷击，1988年8月19号。是9号的扁柏巨木，母树虽然已经枯死了，植树却还是欣欣向荣，有朝气的样子，有着世代绵绵的意思。而扁柏巨木是台湾海拔1500公尺高的山区很难得珍贵的奇木哦。它的树叶会呈现鳞片状，会长出圆形的球果。太开枝散叶了吧？对。它整个散出去哎。还好有，比较有树叶性啊。想要发展它的空中领地，是不是？哇！这棵也是超级，它怎么能够？它为什么特别好？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。大哥跟我说这边的神木很漂亮，很大。哦。而这边比较远，所以我们要继续往前。期待期待 ，Go Go！被身边高耸入云的红块、扁柏、神木群、山毛榉等等的巨大植物包围着，沿路我们走没多久，一抬头眼前就又是巨大的神木在等着我们。我现在可以想到一种形容词去形容这条步道。想听？我觉得它有点像我们的跑堂，就是它会越走越回甘。哇塞！你是个这么有国文造诣的人哦。我前期一开始我觉得还好，可是越走越觉得这条步道好长。是真的，它超宽的，真的超宽的，超级大的。你觉得几个人可以围起来？这个可能要20-30个以上。我看到一个巨无霸。哦，真的耶。这个我觉得这个好像比前面都还巨大了。这个蹦不住了啦。哇，它好惊人哦。真的蛮惊人。对啊，而且你看它的树的纹路好好看哦。它是超级高的，哎，搞不好这棵是我最喜欢的。像投篮的话，就立刻往21。可是我们想要收集完全部的神木，没错，当然都已经走到这里了。对，走吧。连它的坡度都超像的，司马库斯的味道。你知道全世界共有7种块木，但台湾特有的扁柏与红块就占了2种哦，而且香气也超越其他种类的块木。可以说是台湾国宝级的树种呢。上面有个字，它写横波卧龙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横波卧龙。可是呢，它非常的潮湿，它的根台也太大了吧？可硬要讲，我觉得这边有点像一个头罩啊。什么？它有点像一个断头台。大家会不会跟肉一样好奇，树干上满满的青苔是生病了吗？为什么树干会长这么多青苔呢？寄生是会从植物体获取养分，对植物是有害的。但附生植物像是青苔，对植物没有危害，不会以植物体获取养分。可是呢，青苔却会削弱树的光合作用，导致树体生长不良。所以当我们看到布满青苔的树干，表示树木已经停止生长，渐渐走向衰落了。所以只有恢复树木的健康，才能够让树木重生。去除青苔的方式其实不治标也不治本哦。
我们这所比一般人还慢，慢很多，因为我们在很多神木底下拍照，慢慢欣赏啊，跟神木爷爷聊天，明明就是偷拍人家裸照。喂。拉拉山会随着季节变化不同的装扮，春天来临时，这里有浪漫粉色的樱花；秋天时，绿叶又悄悄地变成橘红色，兴奋地告诉大家，赏枫的季节又来啦！在寒冬还有可能欣赏到限定版的白雪皑皑覆盖山头的画面哦。这样多变四季都有精彩的山间美景，让拉拉山成为来北横必访的热门景点哦。接着我们继续走之后，就看到一个洗手间。就我目前在步道总共看到了两个洗手间。他这次看也太帅了吧！天哪，好像一个手哦，不觉得吗？手掌心的感觉。哇哦，在桥旁边呢，勾追勾追。拉拉山又称为达观山，位在桃园市复兴区与新北市乌来区的交界，而达观在原住民语里是美丽的意思。现在跟大家分享大自然一个神奇的画面，你看两只蚂蚁在偷着一根羽毛，就是蚂蚁会吃羽毛吗？他们要羽毛干嘛？我很好奇，这就是团结就是力量吗？是说他们脚的抓地力也太好了吧？来到了21号巨木的位置，把脚一把连进来，是它好像是2.8嘛？对啊，它有一个名称叫做情比金坚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是因为它是有很多树交叠在一起嘛，然后就好像感情很好的感觉。这棵树超级像一个蜘蛛的。这边有写属于森林的请不要带走，不属于森林的请不要留下。22号大米啊！哇，这里看过去真的很漂亮。你看，连续的巨大神木，好棒哦！你看，这里就是它的拉拉山的地图。然后我刚刚才发现一件事，因为想走的时候，我们一直找不到22号到底在哪里。你看它的图片，倒掉了。倒掉的22号。倒掉，15号。它这个图很 Q 而且我觉得它的示意图很棒，非常的真实啊，是不是？不是只有告诉你坐标位置而已。我们终于走完了，结束了拉拉山神木群的点点名。啊，我们花了将近4个小时，快请假，从头到尾都有栅栏，可以从这边走到。是，但是它的步道确实是很舒适，就是很适合大众。真的是越走后面越舒服，我觉得它的神木步道啊，跟它后面的步道做得很棒。是，它后面反而就是你可以很明显感受到它的用。来这里的朋友，你可以携带登山杖、那防蚊衣，或者是说帽子，然后还有足够的饮水跟伙食补充，就可以在这边用餐区那边休息，然后吃点东西这样。那当然，垃圾要记得随手带走哦。然后让大家吃什么？水蜜桃，我们就到去吃水蜜桃。水蜜桃。紫斑世界，对，这是我们这次点的餐点。因为在拉拉山这里暑假，它其实是什么季节？水蜜桃季，所以非常多人跑来这边买水蜜桃，或者是来当地体验水蜜桃料理。对，或是来采水蜜桃。可是很夸张的是，我们今天平日在我们房间竟然已经都订满。大家看一下我们吃饭的景色，严格算起来，它应该是180度了。然后我们所在的地点叫恩爱农场，那这是我们体验的水蜜桃套餐，用水蜜桃拿去炖鱼，3杯水蜜桃。到底水蜜桃还能维持它的水果初衷吗？那我们来，就我来品尝了，来吧。其实我觉得很特别，但是它不会到非常非常的突兀。那我要吃清蒸鱼的水蜜桃了。我们一起来体验清蒸鱼，然后旁边这是水蜜桃，而且重料理就是要。直接混着吃，鱼配上水蜜桃一起吃，太专业了吧！一起吃其实还蛮不错的，一起吃，它变成有种酸酸甜甜的味道，对吧、啊？我觉得一起吃会比较有这种水蜜桃味就很浓。那丢失耶，丢失是不是丢在嘎夹子？好，那么我们就开吃啦，拜拜，拜拜。不敬业的，不敬业的态度有没有？在想饿啦？对啊，我们可是爬山的，努力爬山爬到4点的。完事耶！哎、欸，我们清的超级干净、哦，真的很沉。对，因为其实它的味道吃起来蛮神奇的。没错，那我们吃饱了就要继续运动了，今天采水蜜桃。可是我没有采过水蜜桃，我采过一次。现在正这一条叫拉拉山，纬度线偏北，日夜温差很大，所以这里的水蜜桃吃起来有一个风味，一个特别的味道哈。大家好，我是恩爱农场的场主哈，现在教大家如何采收这个拉拉山的水蜜桃。
先把这个订书机撕开之后，用拉的，不能转。撕开之后，袋子拿下来。哦，可爱耶！一个手要往上，一个往下拉，因为这个水蜜桃它现在粘在枝条上面，有没有看到粘着的哈？手要用拉的这样。哦，漂亮哎！用拉。哦。哦。哦。这个好痛哦！对，哇，哎，你这颗也太可爱了吧！你干嘛那么萌的表情，真可爱。如果你是要自己现采的话，这样弄坏，这一颗200多块、300块，结果呢，都要你自己付钱，很珍惜它。为什么它很娇贵？白凤系列里面的最棒的一个品种，天香白凤，现在闻都很香了。闻得到甜味，我从小就非常爱吃水蜜桃，可是我第一次来果园，而且第一次拿到雄七耶。这个没有农药了，这个已经达到五种管理了，这样就可以吃。老板露出一个满足的脸，你看老板自己笑得多么满意，不止摘一摘就可以吃。好了好，我吃我吃我吃，那我吃哦，小哥不要恨我，不是好多了，哇，滴水。这不是翔哥的口水哦，大家。我觉得他厉害的是他的后劲，他的鱼味很香。这个水就滴下来。看宝哥，宝哥你是要去拍广告？宝哥真的是非常的有吸引力，你看他的反应。这个是拉拉山，后面这个雪山山脉，溜下去依然太平洋。台风来了会顺着山走，很强。所以我们种39年的心都麻痹了。因为这个台风哦，天灾，做农民最可怜就是天灾。这种品种。它这样还没有算熟、哦，没有，它是个8月1号是要采收的。它这样算是很熟了吧？对，才1/2。哎，也是很香哎。它是玫瑰花的味道，玫瑰桃。第一黄种，这要是白鸟才不会来熟。鸟喜欢红的，鸟喜欢红的。所以是挑颜色就对了。对对。不要跟我说它还会再更大，还会再大，还会再大。对，它这个是这个已经有点像水梨的尺寸。这已经像水梨了，讲真的。这个全世界里面排行第一好吃的。我们要吃第一名了。哦，这香味真的是，这很扯哎，这还没熟，但是它，我这样可以理解，它吃超多的，跟刚才那个就有差别。刚那个对我们来说就已经很厉害了，就这颗竟然，这个水蜜桃它细又甜又香，你看它切下来的时候，它的肉质都是没有看到纤维，哦，所以说呢，为什么它是世界第一？谢谢宝哥的招待。OK 了 ，OK 了，开心就好。宝哥比我们还开心，好不好？非常的好客哎，欢迎来到鹿鼻头乐。登山茶时间，我们要跟大家分享拉拉山旅游的相关资讯啊。那假设是从西半部的朋友呢，像我们这次从三峡去出发，我们是从台七乙街北横，也就是所谓的台七线，然后到拉拉山。最后我们总共的花的时间大约是2.5小时左右的车程。离拉拉山最近的加油站是台湾中油的复兴站。建议大家先在这边把油加满，因为再进去以后就没有加油站了。但是从东半部来的朋友的话呢，则是从宜兰进去。我们建议大家一样进去北横之前先把油加满。然后离拉拉山最近的加油站是台湾中油的大同站，大约要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。那假设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朋友，则是有3班公车可以搭，5301桃园站出发，抵达拉拉山口，或者是5090号的公车，一样从桃园站出发到达拉拉山口。假设你今天是从中坜出发的朋友的话，搭5091号公车，从中坜火车站那边出发。那我们现在抵达拉拉山神木泉路口啦，大家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这里是不能够携带宠物的哦。那如果大家真的走完完整的一圈的话，是3.3公里左右，那时间大约3到4个小时步行时间，那也可以依照体能再去调整。想要走小圈的朋友也是可以的。拉拉山神木泉这里非常特别的是，它是免费入园的，目前是也没有收汽车，也没有收人的门票费用。那开车的朋友，神木泉入口这里呢，一共有3个停车场的位置。我们建议大家提早出门，特别是假日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上次平日去的时候，竟然上面是满的。当天我们的方向呢是顺着号码走，从1号到23号。记得千万不要错过5号神木狗熊的窝，因为它是里面最年长的神木，有2800年的历史。从1号走到22号呢，它的高低落差大概是从1560公尺到1720公尺，所以说它高低落差大概有160公尺左右，算是一点点的陡峭度，可是算还好。那北横这里除了拉拉山还有什么好玩的呢？其实距离拉拉山1个小时左右车程还有跟幽灵瀑布，那边真的非常的棒。它超级神奇的纯天然的瀑布滑水道，我们两个这边真的玩得超开心的，推荐给大家。对，相关影片大家可以参考我们右上方的资讯卡。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登山台带的分享了。又到 ending 的时间，那其实整个拉拉山，我觉得在夏天是一个蛮适合前往的地方。其实现在很凉爽，温度很舒服。老实说，我现在穿这种短袖，然后穿长裤，其实我觉得是唯有凉意的，不会流汗。可是我觉得它真的让我觉得是一个各种体验蛮丰富的地方。因为等于可能我们遇到丢弃的水果，然后又有神木可以花一整天，重点是它附近还有一些厉害的瀑布。对，下一集带你去，那大家别忘了下来客订阅我们的 channel， 打开小铃铛 ，See you， 拜拜。
我们发现我们今天在港口，我们今天要去传说中的居庸屿。船长让我们进来 VIP 第一次登岛，真的。